觉囊祖师独步巴第一部完整他空间著作的汉译本和英译本即将问世，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藏汉英三种语言逐句对照，还附上汉文和英文的详细注解，使人都能读懂。这本书的文字简洁精炼，却涵括全部觉囊法义。当时的觉囊僧侣人人都会背诵此文，独步巴的深情恳切数百年来令无数佛子感动涕泣，汗毛直竖。阅读此书可以让您最快速最完整地了解觉囊法义，还会在您的心灵深处烙印不忘，延续到未来世。即将出版，敬请期待。清末明初之交，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望月信亨、村上专精等发动考证起信论的风潮，认为此非马明菩萨所造，实为支那篆书，也就是汉人撰写的伪经。反对者则有长盘大定与西辽帝，双方激战前后纠缠18年，其后汉土学者也发起了讨论。初时中日双方学者的讨论都没有留意到西藏方面的论著，后来法尊法师翻译了一些格鲁派的论点过来，说中观印成派的法义，然后才有印顺法师的著述，判起信论为真常为心。然而印顺法师却没有提到西藏的中观学派有大中观一派，而此派又分为了义、离边与他空三家，分别以宁玛派、萨迦派及觉囊派为代表。正因为这个缘故，印顺法师研究如来藏思想便欠全面，他以起信论的思想概括如来藏思想，更根据勒那摩提的《宝信论》译本来理解如来藏系列经典，由是判如来藏为真常为心，乃佛不了义说，甚至进一步认为具外道色彩。这一批判实在动摇了华严、天台、禅宗的地位，因为他们的理论都以如来藏思想为基础。过去由于格鲁派主自空的影响，他空论点几乎被视为禁书。近年情势改易，噶举派一些喇嘛公开在欧美宣扬他空见，加上中国大陆与四川青海一带调查觉囊派寺院且翻译该派的文献，于是关于他空派种种便渐渐为人所知。主他空见的觉囊派于今也可以公开弘法，我们从而得知西藏大中观他空见便即是印度的唯识瑜伽行中观师的他空派，以及勒那摩提的一派。照觉囊派所言，自空为不了义，他空始为了义。他们将源头追溯到龙树，认为龙树所造的理据六论中说自空不了义，只有在赞歌集则说他空了义。然而觉囊派更尊崇无着，认为此是五论皆说他空见，由是也说世亲论师为他空派。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据觉囊派教法史于世亲之后的印度传承即为恒河谜底尊者及慈护，觉囊派教法史说他恢复了从很早以前泯灭的微妙难解的大仙道，使如来金藏格言狮子之巨大声音重新响起。不过觉囊派的说法却有两点值得讨论。第一，在世亲至慈护这段期间，
大约为西元四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汉土的如来藏思想正逐渐开出灿烂的花朵。尤其是七世纪时，华严思想大成。此时由于如来藏经论陆续溢出的缘故，足见这派系其实并未泯灭，否则何以尚有义师会传译这一系列经典呢？近代欧美学者已注意到汉土的地论宗、华严宗及天台宗的如来藏思想，极有可能由于中印交通而从汉土传回印度，因而影响到印度学者的思想，发展而成为他空派。第二，慈护所传实非只限于他空见。根据清史所说，由慈护所传下来的宝性论分成两派，一为俄派，即俄拒绝会所传；一为赞派，即赞喀沃且所传。此中俄派属离边大中观，而赞派则为他空大中观，所以喀沃且也被视为觉那派传承的祖师，列为显教他空传承的第八位。宝性论的两派传承见地奇异，一般人或许会觉得奇怪，但实际上即是见修两部的见地不同，却是很平常的事。如是，我们可以说觉那派的他空见实与宁玛派、噶举派同源，只是觉那派以他空为了义，认为离边为不了义，这与宁玛派的观点相反。宁玛派仅视他空为家行中的一个次第见地，行者须凭直指了义，使能证大圆满。觉那派的他空见，该派大师独普巴在《了义海论》中说得很清楚，为阿赖耶识有是、智二分，此即与起信论之一心二门合派。是分即心生灭门，智分即心真如门。既然觉囊派的他空见渊源有自，为印度弥勒学派的传承，因此就不能说起信论为中国人的著作，而应当认为是印度顺于且行中观派之中持他空见的论师所造。由此论在汉土激起波澜壮阔的华严天台思想，继而影响禅宗，又可能由汉土反过来影响印度，再传入西藏而成为一大门派。因此我们对于如来藏的他空见实不宜轻视，不可仅根据格鲁派的批评即视之为恶见。事实上于道次第中依他空见而修止观实无过失，问题只在于行者尚须于所现证的真如境界中次第尽离真如相与正智相的执着，使能究竟圆正无上正等正觉。若认中观应成派为了义，大中观他空见为不了义，甚或为恶见，便有可能影响实际的止观观修。因此我们需了知，起信论及觉囊派的见地并不代表全部如来藏思想，而他们的见地若于观修层面来看亦非错误，其实正是道次第中一些次第观修之所依。